不管是瓜葛类一样，非葛类一样，它需要我们准备五分，我们准备在一定准备到十分里面，一定要让大哥们很惊艳，很惊艳，就你竟然会有这个东西。主任叫什么名字啊？各位同学，我叫做孔锵。是飞哥带我入行的啦。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西餐厅里面合作，也合作很久了。正红说，我一周啊要录17个节目，一个月大概忙得要死要活，忙到流鼻血，也是大概是赚这些钱，大概是一次一天啊，只拿3600块，慢慢由他来帮我们翻盘。最高的话就是这样子说好了，20倍了。刚才说的3600，再乘以20，赶快算。我常常会跑场，跑到头昏的时候，在做这个假的节目，那放到乙的节目去了，大家就一阵，大家一阵摔啊！哎，还好还好，那是录影，好不好？要是 live 的话，这头已经被砍了好多段了。这个没有底气的问题，但只有怕不努力的人啊。并不是不想到对岸去，我们这边录10000块钱，我在那边可以领到大概10万块钱。可是呢，现在的综艺节目里面的大哥都还在线上活着哈，所以说我不能随随便便去离开他们。这我觉得对我来说，这是一种道义。到他们在退休的时候，在舞台消失的那一天开始，我才能开始规划说我的退休生活。我是一个乐团的这个领导者，我的旗下的工作人员那么多，很多事情我都必须扛着，才能兴盛我的王国。像我们做这个乐手的行业里面，已经慢慢。